非常大的工程，所以还行还行。对，对，他们在我旁边，就像我像真的是这个有仙豆的孙悟空一样，对，体力永远很强。OK， 想要唱什么？快唱！哎呀，哦。都这样只唱一遍歌，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吗？因为我怕有些人想要唱听一整首，怎么会吗？有上就哎呦，大家都是这么随和的，那真的是物以类聚啊！因为我本身也是这样。啊，只是讲话也可以哦，这么好的、啊。我就在淡水河的旁边，我看着太阳慢慢不见，每天一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会在回家的公车上面，就快要爱上了淡水。除了雨下不停的冬天，不管未来在哪一边，都还是会想念。不能忘记的有遇见你的那一天，还有熬夜到天亮的冒险。你说人生要疯狂几遍，我都懂，但是能不能健康一点，绕着操场一圈。亲爱亲爱的同学，时间能不能永远停在这边？对，你要知道，我也只有一等的一流的乐手才可以像阿基老师这样随时被 Q 出来。Nice to meet you, nice. 好恶心啊！不，当然小庸也是一样，只是因为他今天没有插导线的，我们听不出他的功力。小庸，因为如果有对比较资深的队员都知道，因为小庸也是。参加我比较前半段的，对啊，今天没有拿修费，所以没有声音。有有有，我等下我会有红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对，小庸对，而且小庸当时是背着手，然后到后来决定要转职转型转行對，然后他现在变成制作人，我觉得他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励志的存在。对，跟广众学习啊！哎，小庸是就是那种你看到他就是见贤思齐，对不对？就是看到他就我就想到这句话，真的。当然那个阿基也是一样，阿基其实他也很励志，因为你们如果去那个年初的高雄巨蛋啊，高雄那个高流的话，他那个时候是因为他身体出了一些小问题。所以他那时候需要人家搀扶才可以上台，然后他在年终的时候进行一个这个修复的动作，嗯，然后自己的手术，对，很对，换得3000cc 的血，就是一个非常巨大，其实是很巨大的手术。然后他可以在今年年底，在小巨蛋跟我这样在台上绕场，然后跳，其实我是很感动，然后也感谢他，对，这么努力，然后让自己恢复很好的状态，然后可以在台上带给大家活力跟。就这些才华，对 ，Yeah， 很感谢他。他每次我就告诉，哎、欸，你这次演唱会你要 solo 什么的，他都会是倾囊，对，就是倾囊而出，倾囊对，享受，对，就是 show hand， 所以 ，Yeah， 非常感谢你。
当然我们在未来路上还是会一直看到这两位，所以所以大家还有什么中间这个区块的朋友呢？泰雅死在你的胸怀。哇，这首这个真的是 I have no idea， you have no idea， 因为你的谱上面没有这些。What is this？ 好，死在你的胸怀是古村，对，古村写的。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写一些歌，然后他有些 demo 会找我唱，然后我就对对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，哇，这个学长写的这个抒情歌很好听的，可以唱他 demo 也是很开心，然后也帮他唱几首 demo 有卖出去，就觉得哇，一定是我的功劳吧？哎，没有，是他歌写的真的写得很好。哎呀，乱讲，哎呀，他卖很多歌，然后都很好听，你可以去找，对，搜寻周武存作曲，对，是一个非常有才华，但是对才一样、非常低调又有才华，又。Yeah， 很潇洒的一个发型，很帅。欸，当年认识你的时候，头发蛮多的，而且他还染金发，可以说是这个沧海桑田啊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只是。好了，要唱一下。好了，因为我们只有我们这时间宝贵啊，时间宝贵。第一句是什么呀？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该不会记得词那个扣是什么？好，我试试看哦。G调，是我的 G调还是你的 G调？我孤独。我孤独的寂寞着承受你的无助，却又源自的撑起我的肩膀，扮演着你的依赖，擦干的眼泪却弄湿了我的喜欢。拥抱的表情的表情符号对你来说是没有杀伤力的爱，就像是一把枪没了子弹，偶尔可以欺骗陌生人来就发。胸怀